至四种可爱小手工。首先用纸袋自己装订一个手账本，包封面。裁剪内页，每一页折痕处相同位置做标记。开始穿线啦，姐妹们，原则就是针在内侧穿本身下一个孔，针在外侧穿另一张页面的孔。从第三张纸开始，需要从前面几倍处穿绕。放大，好看的几倍，分别贴上封面和底面，完成。第二个，16个长方形小条如图折叠，每四个为一组，如图折叠，然后四组用线绕紧，理出花朵的样式。用铁丝绕一个圈圈。第三个，古风山，用杯托做的。天上星星，按顺序排好，底端戳洞固定，顶端从第二片开始，同样位置戳洞，用线串好固定。第二种方法，两个正方形折扇面绕紧粘贴，每一个折痕处都贴一个这样的小花。最后一个，自制简易咖啡小店。折个打包袋。完成。